我的子弹在哪看？四十多发子弹吧。用技能好像需要十发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呀，太复杂了呀！你妈技能看不过来了呀！我用了技能之后，为什么我就用可以用副武器了呀？哇，好猛啊！呀哟！呀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去问一下球星的，看一下。呀，散弹枪有点骚呀。就这些弹，你越近攻击越快，知道吧？你要拿飞镖回来，你才能没看一下。哦 ，Q 技能是抄一个炮台是吧？炮台减速，我大概知道了。你的炮台是你千万型，就你放到炮台之后，你可以千万型开，它的什么子弹出来，打的子弹都不一样，知道吧？
为什么我招了一个炮台呀？你的 Q 技能呀，轮盘形态的 Q 技能。不是，但是我都刚刚已经不是轮盘形态了呀。那为你那个有没有消失过呀？我大招是什么技能呀？距离很远，然后打的别人会。一个大招，如果你是狙击心态，你 A 大一下，就离大远你就给 A 大一下；如果你是那个球心态，你就给控他一下，知道吧？哦，还没玩懂。我大招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我看一下，造成他妈100多点伤害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is unstoppable. 施加所有攻，用他的主武器。大招是无视距离的吗？不是，距离很远，你指着他看一下吗？我知道，就是中了的话，我用主武器攻击英雄，那个是无视距离的吗？只有距离啊？你像，那你球给放 Q， 用你球，你也别放 Q 控制了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我们输了怎么呀？控制形态嘛，哇，这个拆塔太他妈厉害了呀，呀呀，我感觉还挺厉害的呀，这英雄玩懂了。呀，我这大他妈空大了呀，又无限空大怎么办呢？啊，无限空大怎么办呢？我怎么身上亮了一下，拼闪了一下，是什么？我也亮一下，喷火器是吧？
呀，好强啊，这凤凰，你妈的！怎么这么多呀？怎么不由分说他妈来了这么多人呀？我操！怎么这个装备了呀？饮水无尽功夫鞋打他妈六六呀！我不会放技能，不是刚刚那种情况，他妈谁来放技能有用？来杀他们！来杀了盲仔，我有控制。你哥他妈的，他妈全是人呢！加多少双？我也不知道他妈逼哪里的话，我操，我他妈也裂开了。呀，这分裂弓刷钱他妈太爽了呀！呀，这个泡，这个土泡泡是他妈最厉害的，我发现。我这波功夫恐怖你知道吗？
我现在是打，我现在是打架的装备，我现在战斗力很强。我的爆发特别高，你知道吗？一个爆发，我一个爆发，啥一个爆发，就完事儿。我这个是后期厉害是吧？我也感觉到了。你知道开一个大招，然后切换个散弹枪，你知道对面五个人在一起瞬间秒杀。真的吗？嗯，瞬间秒杀。再一手打了个团，你知道吗？散弹枪，除非那种终极大的，就大部分人都不行。哎，看又这儿一下，哦，拿块大招。哇，好猛啊！我操！哟，我操！那个机关。我这个 Q 技能有什么用呢？这英雄可以打成他妈在线啊！这把要火炮，这把分裂弓不好打他们，他们他妈三个远程，分裂弓没用。飓风吗？真的吗？你妈别骗我呀，兄弟们，信你们一次好吧？先公主节来一个。我操，这英雄刷钱太变态了，我要研究一下怎么玩。要打吗？
啊，洗吧，勤加一洗。哎，那怎么感觉不到老子伤害的爆变态爆炸输出呢？为什么？哦，他的大招是根据他妈逼，他不是所有武器，我现在是什么武器我的大招就是什么那个是吧，那我这个其实挺厉害的，后期 AQARA 什么什么你的狙击枪打团不厉害，单挑厉害， AQARA 这个就是控两下，Q 过来了，要 Q 过来，要上我了，救啊，救救救！这个英雄呀，这他妈是什么东西啊，这他妈是什么东西啊，这是啊呀，太鸡巴变态了呀，我就丢了个大招就没了，就全部死了呀，我也不知道，你的锅他妈的六的锅是什么东西吗？锅，你妈锅，锅是你妈骂子啊！锅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在那叫他妈锅？你妈锅是什么东西啊？
冲冲冲！杀！杀一级！呀，好猛呀，你妈都不会玩就他妈的就无敌了，太鸡巴变态了呀这个英雄。安排了我们。派克怎么这么多赏金啊？点击提供1500金币。嗯，那赏金1500块。派克和那个钱币，你也有份儿？五个呀，一个300嘛。他他妈二里有五个人吗？没有，他存着的，他存着吃利息的。牛逼，这还存着，香呀！我再出个什么，有100%暴击。哎，蓝切。蓝切啊。对。给机会，我感觉没什么机会。说真的，对面没摸得什么机会。红要什么？要。我感觉散弹枪，如果有一天可以把他妈控制成一把散弹枪加一把狙击枪，就他妈很厉害。想吗？那怎么了？想。怎么了？那射程远呀，怎么可能？那个呀。一把散弹枪加一把狙击枪，我现在留我的狙击枪，我就把这个消耗掉，控成散弹枪。来了，刚才我被我杀了，呀，德莱文，你知道被我怎么杀的吗？呀，这德莱文他妈的，这人心态炸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用狙击枪 Q 他 ，Q 到他妈100米远，然后在1000米之外 A 了他一下没死，然后切换那个形态，我丢了一个我狙击枪，但是丢了个那个球球出去。然后对，然后又把他抠死了。控住，推，好狗。